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有个等差数列啊，第四项是84，然后呢，前十项的和大于零，前十一项的和小于零呢，求此数列的公差范围。好，那这个前十项是等于多少呢？是等于2/10，就5嘛。那这是2a1加上 n 减 1d 就是 9d 啊。这个哈、哦，它是大于的。然后前十一项的话是2/11嘛，2a1加上10d， 这个它是小于的，所以我们就有两个不等式。啊，这两个不等式就是说哈，这是2a1啊，加上9d 大于2a1。加上10d， 它是小于，很显然 d 哈、哦，它会是小于。好，那我们把那个它是问 d 的话，我们把 a1 代掉 ，a1 怎么代掉？因为这是 a1 加上 3d 啊，所以我 a1 可以代掉。哦，这个 a1 哈、哦、，a1 呢是等于多少？84减掉 3d， 然后把它代进去。单据的话，我把它乘以2，乘以2，那2a1等于多少？ 2a1 的话就是等于那个168减 6d 加 9d， 这个它是大于零的。那168减 6d 加 10d， 它是小于零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呢，我就晓得哈，这是 3D 啊，所以我就晓得哈 ，3D 大于多少呢？负的168。那这道这是 4D 啊 ，4D 哈小于多少呢？小于负的168。能不能约掉？可以，好像可以约哈。3/5 15了哈，3/6 18，所以呢，d 哈，它是大于多少呢？负的56了，那小于多少？好，下一个约温，4/16 42/8，负42，所以 d 它是小于负42，大于负56。